装过了吗？还没，还没，我没有。等一下。有有有有。水辣。直接开开爆了。我只能靠这招爬出来了，不然困在里面，怎么爬在哪里？哇，一拉一打，好爽！对不起，没事，没事，我一根不是。哎、欸，去哪里？啊，乱敲了。好硬啊！冲过来。可以都过来吗？不要站那么好。怎么了吗？可以站过来吗？看不到他。这样吗？就像这样子。哎，我人在哪里啊？啊 ？HD 怎么了？我回一个讯息。哦，这是张，还敢混啊？没有啊，小心点啊，前面的。哎，晕了。哇，好好耗子弹呐，这次就没了。Oh my god！打他真的是很好赚点数哎，是这样，对啊，是没错。我这点数已经快，也不是说干，已经变成负的。结果打这只一直失败，一直打，就又变成正的。那加上他的盐类也有到1600啊，哇，一个盐类1600哎，对吧？好多哎。那1600是什么概念吗？不要戳我，我赌死不要。而且是很多次1600。对。哦。又来了。还没转手。转手没？可以撞，转那边，打来，还是快清差不多。来弱化一下哈，哎、欸，遁地了，遁地了，遁地了。变了。
我去换。那所以这个落石你们有研究到怎么装了吗？还没有。靠塞。对，还没靠塞。刚才三线靠塞，还是被他一炮打掉。方向好像是第二颗落石，瞧你脸脸。好了，破脸了吧？没有啊，没掉。我是破坏不会啦，我们只有在打脸呢，破坏不会就是脸吧。他转往后转就是落子。好。哎，车载用完了。爆了。爆什么？讲完就爆了。落他，我们的陷阱爆了。落石哦。我想要等他红眼的黄眼的时候就可以直接爆落石，结果他就把落石打爆了。嗯。我觉得我不知道玩 Monster Hunter。对面墙有一个落石。
太大了，物子弹，怎么可能啊？我有装那个距离强化啊！跑啊跑啊！不要站前面，不要站前面！ 哎，这边有肉食，赶快过来！啊，我跑了。这里吗？我这边墙，有没有看到？有。他突然跑的。快这边！啊，他看我。他啦。为什么我被甩下来了？靠背。啊不。甩下来啊，这样吧。 破坏了吗？哦，全爆哎！这是哪一个啊？地上那块是什么？哎，这块没错，我就掉掉掉掉，下一个。哦。哎，干我不想死。这才是真正的爆吗？对，真的哎，好可爱。这才是真正的爆。真的可以挖吗？不行。你可以试试看。现在挖看会不会死而已啊。好。 我先吃个饭，没有啦，我先回家补个物资。晕了，死了，挖点壳，挖点壳，可以吗？ 哎、欸，可以耶！有啦，死！终于有眼壳了，啊，舒服，这才是嘛！哦，这才对嘛，投资对了，这把武器真棒！你知道我们刚刚忘了截图，根本就是拿再拿一把狙击枪在打他的脸，对吧？超帅！然后不用配那个。 全都死顶，哦，谢谢大家，我终于有顶到了。上面那块缺一块，头顶吗？哎、欸，真的哎，干好恶心哦！我们是把他的头顶给人家打下来。被蒙下来了。那有吗？有啊，左边黑色。看这边这一块，他的脑头。那脑头？没有，我在说的是那个。 我的狙击镜的画面不知道有没有拍下来，因为截图刚好是按到L提换那个。啊，我看他，我看他是，哎、欸，我还有。我截到了，这是我刚刚在用中文的画面。我还有个加一个吃眼壳，谢谢。我有吃眼壳，可是我没有天理。你不是有拿到了吗？刚才不是你？刚才我已经做了一把长枪啦。我是对他头顶不见了哎、欸。 对啊，我要去找专家。好，这么好算。然后开始巨魔之地了吗？好啊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一直在卡在49没有升枪，取为什么？就是个门槛啊，这是一个坎。天地荒，天龙出现。居然要去跟谁讲话？没有，就主线任务啊。啊？主线任务？可是我没有显示。
我这边天地黄铁龙又出现了，真棒！打，啊，奈斯嘞就离开了，离开了。我去看一下有没有对可以对话的。你们，哎、欸、嘿是谁？阿贝，还是谁？你是阿贝？哎、欸，不是哦，看看账号啊，可是看不到账号。很像是阿杯的，啊 ，W W 是谁啊？不是阿杯，嗯，应该是你，应该是谁的好友？是阿杯的。嗯，是要买什么武器啊？中那把都中。中弩那一把我要去做。刚刚那一把。围观反，我知道我刚拿那一把。嗯，是先做哪一个？中骨头的骨头的。骨龙骨炮吗？龙骨。哦，我看龙骨的下面应该是那个吧？天地黄体龙的变身。不是，他不是可以先做什么的？那他就直接从龙骨就直接身亡。哦，所以是哪个龙骨炮？龙骨吧。我知道龙骨啊，哪个龙骨？骨字还是龙骨？龙骨龙的吧？不是骨的，是龙的。好，应该是哪一个？我去看一下。我是有做好，是等吃眼壳。不是啊，所以你帮我看一下，是它最初衍生是什么？龙骨炮一吗？我看，应该是。我看，下面的。不是上面的，什么下面的？我看，啊、等一下，我按错了。龙骨炮一，对，好，龙骨炮一，然后去升级，来吧，回光返照。我觉得碎龙名称很帅，还有他外观，原爆炮原子枪，哇，超帅的耶！哎、hey,，MS。我就看主线，我看到有主线那个台的那个什么东西的。我是二偏移一顿，一彗星零件一半速，我是这样子啦。要加黑拉鸟。好啊，哎、欸，你回来了。对啊。打。加掉吗？没有，就看一下。啊？哎。要升 H 了，那個、要升 N 了吗？我们都四九了吗？我四九了，还有一个三有个那做才能有啊，有一个任务啊。对啊，啊对啊，烈火才差一等。对啊，所以先去再继续打那个啊，继续打天地啊。对啊，走啊，我先去做一下，等我一下，去升级一下。我晚点再来弄，我先去拿锤子啊。不要接近吗？不、哦。现在已经把他当菜在打了。好嘞，准备好一套专门打天地的了。扁条线好痛。
它其实它造型有点像是以前的种子岛。我厕所一下。你要先接吗？好东想说，好了，这次塞完了啊！知道 A 黑是谁了啦？那个 HTT 跟那个偏左边那边的人。破坏王炮速3，攻击7。哇，就这些了。我去看看装备的房有没有什么。嗯，有其他人吗？杰超去尿尿。那奈斯有没有要打？可以。好。可以就进来。我觉得这个防御力有点差。二偏不，破心灵剑超好玩的，根本是拿狙击枪。我关台再来问你们这些东西啊，开台问这个好像有点浪费时间。那個、我已经不懂，就那个啊，枪弩的刻字化，我已经不懂了，观众更不懂。因为我截到图吗？不知道，有好。我们先啊，比较好，等节操。那我现在先贴到这边，可能之后你再，你先照用着看看。好啊。还要搭装备吗？装备的话。如果懒得换装备的话，就把那个会那个什么刚刚那个项链弹药解约放上去就好了。是第几个啊？第四个吗？第三个？我第四个还没打、欸。第四个？对啊，我们今天下午打的、啊，第四个还没打、啊。哦，不是，就第二个的那个。好。第二个的，因为那个可以让你射出的弹药解约，对，就是。免费的弹药就跟我知道的射手装一样，那其他的随便打。其他的就是破坏网啊、炮速啊。哦。如果是要拆他的脸的话，哎、欸，萝卜糕啊，等你了。好，好，好，我得酱油萝卜糕，等我一下，换个装备。啊完蛋，吃到猫的粗暴射击，我子弹要偏了。所以你开镜是什么中剑吗？在你的道具里面会有一个望远镜装上去。啊、然后在你的就是装上去，然后你按右键就是你正常瞄准的时候就会变成望远镜了。哦，就是类似就是额外一个东西装上去。嗯，你有装克制才会有。
然后我实际上是穿驯龙装了。好的。可是之后的那个啊，嗯，那个啥，龙三龙三件装有炮术。那之后啊，哦、炮术极易哦。对。等龙三龙出来啊。没有，龙三龙是要去那个挖矿的，在那个巨魔之地挖矿。哇，是啊、哦，对，你好像说龙三龙是死在那里的。哦，被驱赶就死在那边了。可能是了。哎，或者是别人。我看到一个了，死在那边。连啄食，连啄食，爆头。还在哪里啊？哦，后面。哦，不对，在前面，对不起，可以撞了吗？继续，撞一撞。我在撞了吗？撞啊撞啊撞啊！我在弄。他现在趴着能撞吗？当然可以。啊，不行哎。那我是那、哦、还有一个。那等我吧。哦，傻小。爆炸就是艺术。我看到一个叉，一个那叉啊，一个子弹飞过来。撞了吗？有撞过吗？还没，还没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直接撞了。啊，我不是麻锤哦。对啊，我说我啦，我不是拔。啊。再撞一次哦！好，哎、欸，被甩下来。还有投射物吗？有啊，地上有啊。我捡完了。看这边，看这边，拜托，请看这边。大家在你那边。没事啦，让他面向这边啊。我已经面向了。可是，他是不是伸懒腰？看这边，看发呆呀、啊，然后直接撞了，直接跳过洞洞，没有打这只拿这个成绩也是对的啊，因为这是爆炸属性的，它爆伤是三颗星。撞爽，撞爽没？没，爽没？太帅！
被我打到还是被枪打到？我也不知道，太多了。我来射马避弹了。Nice， 脱离集会所。啊，抓塞了。他脱离了，可是脱了机会手，可是人还在动。单脱离机会手，加油，尽量打。哎、欸，其实他可以撞哎、欸。麻了、欸，可以撞了吗？好，你等。快点，可是没陷阱啊。但就有时候没有显示陷阱，只是显示 bug 而已。那装准备看看咯。哎、欸，不行，装完了。为什么跑尾巴来啊？靠，不是这根啊，像小直接断线、哦、对啊，我是不是晕了？我没有断线，找我了。